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连假过后，紧接着呢就是各大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开打。台中多间知名百货公司业绩可以说是蝉联全台最佳哦。那不少业者呢是看准这波商机，祭出优惠抢客。化妆品内睡衣是单笔的2000送200，那么在首12日呢，也就是在10月3日之前，那么在我们化妆品内睡衣只要单笔满10000，我们会再加送200元的一个实足抵用券。那么在我们的全馆是百货5000送500。好的，业者也透露，除了实体购买之外，线上呢也有推出 APP， 会员购买呢还有额外的折扣。那业者喊出这次的目标呢是定在39亿，相较于去年呢预计会有10%以上的成长。那碍于疫情呢，其实民众还是没有办法自由出国哦，不少人呢是把这个消费力留在国内，让业者们呢可以说是乐观看待这次的活动。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卖的时间。那这次呢 VIP 的预购会将会从9月15日开跑到9月21日，而正式的周年庆呢将会落在9月22日到10月初。那女性观众朋友最爱的化妆品保养品呢有2000送200的优惠。活动还没开始，其实呢就已经有熟门熟路的顾客前往柜位来挑选，准备来下单购买哦。那以上是我们掌握资讯，时间交还给彭烈主播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